现由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兼马华总会长外聘华都司礼魏嘉祥博士率领其他同仁到灵前致敬。为情景下马丁斯里要说海夫人之灵前行三十公里，请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会大谢了一鞠躬。旅程各位贵宾会移步到灵柩前专栏内。现由东方日报的代表陈立良先生谨向马丁斯里廖淑文太夫人之礼前行三十公里。Therefore, Member of Parliament Frank and Wadi, very own Councillor of MRK Frank. SPJ 的代表林佩婷校长以及刘延宏副校长率领全体董事以及同仁临前致敬。现由马来西亚林氏青年团代表林富祥总团长率领其他同仁谨向拿丁斯里廖淑文太夫人之灵前行三鞠躬礼。现由法生安心会馆 JD 刘文才会长率领全体理事谨向拿丁斯里廖淑文太夫人之灵前行三鞠躬礼。各位请谨向拿丁斯里廖淑文太夫人之礼。